哎，蝶飞，你俩昨天晚上谁在沙发上睡觉了？谁上沙发了？是你呀，弟弟，妈妈给你买的窝，为什么不上窝上睡呀？啊，大飞，啊，大飞在那个窝上睡的，啊，他又上这个窝上睡，两个窝他都占着，你没有地方了是吗？啊，是啊，啊，所以你就上沙发了是吧？啊。弟弟啊，妈问你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喜欢李宇辉呀？你告诉大家为什么？啊，李宇辉，啥意思啊？啊，给你买玩具了是吗？啊，是呀。啥意思？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不喜欢李宇辉呢？你不喜欢啊，我？李宇辉，啊，这样抱着大飞了，你不高兴了是吗？不高兴了是不是？啊，是呀。金毛迪，你昨天晚上在那咬什么？你不睡觉啊？咬大飞的衣服啊？又想大飞啦？你现在得隔离呀、啊！你怎么才能不想大飞？拿盆啥意思啊？放盆里洗一洗，没有大飞的味道就不想他啦。啊，是。哎，握手，真棒，下次握手，怎么不让握了？我教你儿子握手呢。你拿手拿开，手拿开，手拿开！我在教他，我教你儿子握手，握手！我不给你。哎，你看我抱你姑娘了，你能抱了吗？弟弟啊，抱给他看看。能啊，你给他。啊，你抱一个来。哎呀，厉害了！我看你怎么抱。这不是抱，这咬。怎么抱啊？啊，厉害抱了，没我的抱上？弟啊！真棒，哎，安迪呀、啊，你都看一下午手机，你不能再看了，安迪呀、啊，没事，再看会儿，不能看了，再看一会儿，再看一会儿，起来，弟弟，不能看了，别在这挡着，起来，不能看了，再看眼睛都看坏了，没事，爸爸让你看，爸爸让你看，你给我过来。我们今天来认数字，数字三、二、四。天真热，还得刮起。去，那西瓜那么贵，狗能吃西瓜吗？去。抢我西瓜，抢我西瓜。Baby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。来吧，上吊100年，不许变好，一言为定。谁被吸引提议？画个圈圈住着。其实我超级讨厌你 Oh baby，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。来吧，上吊100年，不许变好，一言为定。谁被吸引提议？画个圈圈住着你。Oh， 其实我超级讨厌。你是不是不回去了？啊，你不回去，你自己在这儿吧。我们就走了，几点走了？推着回去啊，那你推着吧啊。迪迪啊，地上的鸡蛋给谁吃呀？啊，给李宇辉。为什么给李宇辉吃啊？啊，父亲节。就给个鸡蛋就行了啊。拿后面，轻点啊！哎，啊，轻点。端午节了，谁要吃粽子呀？谁要吃粽子？啊，大飞要吃，谁要吃鸡蛋呢？啊，你要吃哪一个？啊，吃鸡蛋，还没说吃你就吃啦？啊，大飞飞，接。奶奶，我看见了吧？大飞在咬，瞅你，你参没参与？不管你参没参与，今天大飞这个狗，我又要吃了它，吃狗肉。等着，回家拿刀。大飞，你这个头怎么回事啊？还有我的口红，谁给我拿出来了？谁拿的啊？你拿的，臭爹，你为什么拿口红啊？
啊，大菲菲，啊，看口红，好看，啊，让你，啊，帮他涂一下是吗？啊，你怎么给他涂的？你是用什么给他涂的？啊，咬着给他涂的是吗？啊，是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不揍你俩了啊！喂，好漂亮，菲菲，握个手，菲菲，我可喜欢你了。哎呦，我不喜欢咋臭你咋臭你，太臭了。咬着手干什么臭的呀？两个小私奔呢。金毛迪抱抱大西瓜。你告诉妈妈哪个是最小的水果？最小的是哪一个？哪个是第二小的？你去扒拉扒拉大西瓜去。你告诉大家哪个是爸爸和妈妈？啊，哪个是迪迪和妈妈？啊，哪个是艾迪还有爸爸妈妈？啊，这照片里少。迪迪，他说我。哎呀，真棒！我的妈呀！来看，你买的肉包包，你最爱的肉包包，是不是要敬爸爸好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得听我话啊啊！弟弟，你给妈妈买的花吗？我买的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砰砰跳，你留下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。我们一起，你看看这一会儿没看着，这又弄的啊？这谁弄的？你们三个？啊，大飞弄的，又是大飞弄的。今天你们三个必须得揍一个，揍谁呀？揍大飞，不揍谁？不揍你啊？啊，不揍弟弟啊？啊，就揍大飞啊？迪迪，几加几等于四？给我找一找。三加一，那几加几等于五？三加二，哪个是四？四。哎呀妈，你是？好，换一只。好，机长。好，另一只，好，趴下躺，到此，一二三七，走立，好，趴下，盘腿儿，好，狗，起立，匍匐前进，匍匐前进，匍匐前进，好，狗，起，走立，好。吐吐吐，有毒，好棒，好吃吧。兔迪啊，刚才那个苹果在哪洗的？你给我演示一遍来。啊，在哪洗的？哎呦我去，我说刚才吃的有点味儿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这是，你是故意的是不是？啊？今天再闻一次，好好闻，要闻仔细了啊！来闻一下，来，好嘞，迪迪啊，你刚才闻到的是什么？不对，你再想一想是什么？什么味道和你爸臭脚丫子比较像？哎，对了，你脚干什么呢？啊，迪迪啊，妈妈来测测你的智商啊！你把盆里的胶带找给妈妈，胶带，好。再找一个地的挖掘机，
弟弟的挖掘机。好，再找一个弟弟的鞋子，弟弟的鞋子。好宝，再找一个你的球，你的玩具球，球呢？你的球，球。好棒。弟弟啊，你摸摸你姑娘吧，你姑娘找你了，快摸摸你姑娘，摸摸你姑娘，你干什么？不怕你姑娘。再给我咬了，把鞋给我咬了，你看揍不揍你啊？不让打，你看看把鞋给我咬了，你看鞋带，你看把别人给我啃的，你这不还能穿出门吗？你这鞋我还能穿出门吗？怎么穿手上啊？干啥？你在干什么？完了，欠欠的，一天天的，坏了就不要了呗。弟弟啊，妈问你，大飞和你儿子，你喜欢谁现在？啊，喜欢他。你为什么喜欢你儿子？啊，大飞。啊，和你啊，有的他。啊。那你有好吃的给谁？这好吃的呢？啊，给大飞呀、啊，真好。